女人捏住鼻子，用出吃奶的力气旋转3600度，变成八戒的师弟，紧接着松开手，旋转几圈后就恢复了正常。小帅很生气，脑袋越来越大，手轻轻一碰就发生了爆炸，他晃了下脖子，头就长了出来，刚想争辩几句，小美拉长耳朵直接把嘴包了起来，随后撅起嘴想道歉，熏得小帅打了个喷嚏。小美一生气，鼻子变成肉球越来越大，小帅看到后用力一拉，快速松手，就冒出两只大耳朵。赶紧点赞加关注，评论区狗头保护。小帅的技能还有很多，快速摇了摇头，脸上就钻出无数尖刺，仔细一看，这竟然是大拇指。随后深吸一口气，鼻子就不见了，呼气时才恢复了正常。他喘气时更不得了，嘴巴张得比青蛙还大，一口能吃俩包子。他一生气，眉毛胡子就呼呼的长，用力一拽就拉了出来，不过被封印的手就争先恐后的往外钻，这样炫酷的超能力你想不想要呢？